说，那你昨天有喊出说参选北市长是要摆脱蓝绿，但是昨天蒋万安暗酸不会隐瞒自己的政党，而且属性是不会变来变去的，而且游淑慧议员也说您最会操作这个颜色的政治，您怎么来看？台北市在八年前已经超越了蓝绿，台北市民在八年前选择无党籍的候选人，我想他们可能还没有跟上来吧。我在第一届参选的时候是新党，后来新党他们就很多的同事，他们我那时候还是被开除的嘛，因为他说我没有去总登记嘛。然后后来我就加入了亲民党，我在亲民党20年，所以我不知道他说变来变去是什么意思。